知道为啥今天把你俩叫过来不？今天赫兹在院子的一个土坑里尿尿，但是尿的时候大鹅在坑里。弟弟洗澡当哥都不得陪一个，我也能感觉出来赫兹对这件事很愧疚。老弟啊，这事儿确实是哥对不住你，哥下回注意。我发现这洗澡可能是开启哈士奇任督二脉的方法。洗澡之前整个狗还挺正常的，给它吹完毛之后，我俩开始收拾赫兹，然后蛋疼就疯了。我洗完了你没有？哎呀，哥哥你怎么还在洗澡呀？跟我玩，你追我玩，追我玩呀，你追我玩呀，哥哥追我玩。嗯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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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我错了，对不起哥哥。哥哥我又来了。哥哥不咬我，你咬不着，咬不着。你能别搁这气他了不？你能别搁这气他了不？你过来来，我不给你哥梳毛了，给你梳。真累。大哥，帮我收拾屋子吧，我学生马上要来了，老埋汰。我老累，你叫保洁不行吗？保洁得提前两三天预约，可是我学生还有两小时到了。那你向我爸通知找一个吧。上面保洁阿姨超级多，随叫随到，爽约必赔。现在还有五八神奇日活动，能领58元优惠券，两杯奶茶钱就能打扫干净。五八同城上还能找空调清洗保姆，上门服务超级多。人家专业的整完就是干净啊。你这条视频就让你学生看到了，让你学生家长看到了，会觉得我非常不靠谱。小小的花人，别人说你是教摇滚的，大差不差，咱都是整音乐的。我教你打那个节奏啊，这是四分音符，澡堂那个节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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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八前十六这个节奏型听起来很难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其实就是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三连音听起来也很难是吧？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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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玉田啊，玉田啊，好多个三连音，刘英啊，你看我叫玉田妹。